第一分组来打第一个 stage。哇，这个就是第一个 stage。上楼上
Squad One 第一分组的选手在 Stage One 已经打完了，我们跟随着 Squad 的 SO 到达 Stage Two， 一样会有 SO 呢做一个介绍。Stand by. Stand by.Thank you.
by。现在呢是第二分组，吃瓜兔来到 stage 四开始打哈，这是瓜兔的分组。
这边呢是第二分组 Squad 2，准备要打第五个 Stage 五。哎，你可以看到选手呢现在开始在集中了。先放着，先放着。二六五三。Stand by。Stand by。
Bye。等一下会点，等一下第一个打的是黄色边已经是 squad leader， 这是第三分组的 leader， 带领着我们第三分组的选手，然后来到第七 stage。第一个是
第四 squad 来打 stage 九，然后现在现场听一首红色的再介绍。好，请起立。
休息。现在是 Squad 5第五分组来到 Stage 11哈，那刚才已经分比完了 ，SO 讲解完了，选手各自准备。Are you ready? Yeah.
Stand by。是的，阿优还是两啊，没错，两。Stand by。好，现在是越来越暗了，现在已经是晚上3:40啊，下午三点四十了，越来越暗了。然后这个是第六分组，看到没有？第六分组十瓜六，好，这是十瓜六，他要打 stage one， stage one。
拿走。Stage 三由第七次关来打，然后这关就是所谓的机车关了嘛，然后要透过这个自行卡车，好，在那方框里面打，所以第一个呢，先要打前面的钢板，那钢板后面就是人质。
Stand by。是第八分组，第八分组来打十 stage 六，好，第八 squad 打 stage 的，打 stage 六。好，我们的重要装备放好，限制起积分，每一发都很重要，不能多打。所以刚刚射手非常的谨慎的射击。按照接战顺序，近距离的先打，把威胁最大的目标先打掉，然后在后面再打。然后呢，换弹夹。但是距离目标的远近，弹道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你瞄的距离就要注意。嗯，
Stand by。现在我们来到 stage 十二，啊，刚好第二分组第二 squad 的选手正在最后的场的走位。Stand by。Stand by。
Stand by.
感谢主办单位尽量让我们人人有党，并且推动运动社区，非常感谢。现在开始唱名了，每人哇，这是念编号是不是？他编号只有后面6401491，6401551，6401551，6401551，6401551。